我是想讲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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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微微啊笑，搁把相机摕出来，一定是要甲如萍约会吼。我这代志敢唔需要一项一项甲你报告啊？我是来替你欢喜呢。做好你家己代志就好啊，我的代志你不需要管遐多啊。你厂商的采购计划书做好未？特别好啊啦。动作较紧的啦，较慢等下我要看到。是。如萍，你甲志良的婚事已经延期啊！我希望你会当重新接受我的感情，让我甲陈志良有一个公平竞争的机会。学长，我甲志良婚礼延期是暂时的，我一定会嫁给志良。我请你放过我，袂阁放手。学长，你已经不是我现在那个人了，你已经变了。变的人不是我，是你。你想要爱谁，你直接跟我讲就好啊。就算是天星，我也想办法塞到你面头前。为什么你要设计我？你若想要弥补我，安尼你一世人永远拢袂伫我的身躯边。你敢找伊搞？